在酒店旁边的一个新天地24小时超市，买了些零食，现在是吃冰淇淋 ice cream time。 在零下12度吃冰淇淋，享受冰淇淋。 good。 刚刚从雪乡过来，然后来到这里已经是晚上8点，然后去了这索菲亚教堂看了只有15分钟，然后又匆匆忙忙的去吃饭，然后再赶过来这酒店。